我先至好明白，可唔可以？我哋见得人多，靠经验，唔多唔少都可以估到一个人嘅真谛。但系有啲人会刻意包装，掩饰自己，唔明白沟通相处，根本睇唔到佢本质。冇人可以一眼睇到全所有人，就好似文州咁，一开咗门之后。才是他真正的味道，知道再不好都要有过去的前世，这个不是错，是节奏的问题。我全部听完你说完之后，我觉得我自己都谈了很多问题，最后只是你的问题。只能知道
一直在擦。洗得干净，我还有antibacterial spray 的，spray 的剪胡子哎，这支东西10块钱哎，control order 的是，整间家都要抹干干净净的，这支东西，比我家还要干净。是没有事的哦，没有管的。
猫，你可以来很多，来我家。我刚，我帮你，我当你的猫，你的攻击什么吧？你舍不舍 ？OK， 好，来猫给我。感觉上是比较好了。